进前国侪人电过后，展览的人花有刷到部分到桂林公所来再次布展，真侪用着顶下所来做成的这个布置的媒材，伫兰花社区了，公所阁特别来改再利用，特别邀请桂林在地行业业者利用当季的花卉进行着布置，和公所文明阁充满着生机。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来布置相关的一个花种，一共有300株，那包含日日春、还牵牛。鼠尾草跟圣诞红等等哈，那可以说非常的争奇斗艳，那美不胜收。那在这里啊，希望这样子的营造，那除了可以让下工的民众可以心情能够好一点以外呢，那也可以提升员工的一些服务品质。规定有文规表示讲，国际蓝电一电运用着真济设计来搭配蓝花做布置，不过展览了这媒材单调是真拍算，因此工作就希望透过着这行业业者来斗三工，一来会当来资源再利用，二来会当宣传着规定的花卉产业。来运用之前的一个国际蓝花展的遍地开花政策所遗留下来的相关的素材的布置哈。我们可以运用的，继续把它运用，有巡回经济的这样子的概念。那另外，同时来结合我们在地非常有名的七甲花卉园区，来行销整个一个七甲花卉的一个产业哈。你这回公所门口所来布置的花样造景，用了包括着这矮牵牛、甲这醉蝶花、吉吉春、甲鼠尾草、小百日等等这物件，何时搞起菜变甲相当的丰富。而这款的花花草草嘛，好请各位民众来到这，感觉相当清新。南天新闻台下桂林采访报道。